这叫不假言说，单纯实意。这两种都是这个含义。是诓他，第三种。第四种呢，谤佛，谤佛。之前解释经所说的话，说这都是佛说的，这叫六解。六解，六解是佛说的，谤佛。第五种是轻法，以浅近的解释，要想解释甚深无为的法义，浅近解释，要想解释深子，深子是什么呢？无为的法义。无为法是什么意思呢？为法入言，是吧？那个法呀，就我们说话这样说，说这是耳朵了三百三不贴无上正觉，你说的是假的。无上耳朵了三不贴是你口说的无上耳朵了三不贴吗？而是正得的。这是拿那个实相，真如实相，要求正地上大菩萨，才如是说。是吧？以浅近的解释，想进入如来的甚深的义理，不可能。为什么要说这个？令一切闻法大众，直到无从过患，说一切法难说难闻，诸法难说难了啊。如果把实地法说成很浅显的，这叫谤佛，有这五种过失。表达什么呢？赞叹这一法不是语言可能把它表达出来的，也不是你从语言所能进入的，就是难说难闻。所以有种五种过失，翻过来是五德，翻过来是五德。所以为什么金刚藏菩萨一请再请佛的加持劝说，他在说，因为此法甚难思，就是难说。慈悲及愿力，出生入地行，次第圆满心，自性非虑境。四境界难见，可知不可说呀。这一句半，不是两句啊，一句半。说因成圆满，因成圆满，成什么呢？说你修因的时候成就这么大方广福华念，大大叫成就体。慈悲喜舍，就慈悲的愿力，只是你要修行的根本，这是修行的根本。所以这个只叫因呢、啊、只叫因，故名为因。因此而渐渐的成就了，成就这个大了，这个大了，是吧？闻思修，闻和思这种智慧是出世字的因，这个出世字是因，他所升起的，他所升起的，所升起的呢，不是顿，而是渐，渐就如渐教义，不是顿教义，顿教义，
他教唆他修行成大，成就这个真实的体，这个就是修慧。真修契合实际理了，这就正正，叫正正，所以叫教。所有的说呢，就是义理的正大的义理，果分不能说，无说，无说，嗯，说所证的真正的体，非常的玄，非常的妙。以这种智慧叫出世的正因，所以才成因。你这个正因起恨，才能成就圆满的果。要因记住果。例如说我们现在讲从初地到实地，初地在前，在未登地，就是初地还没有进入登地的时候，他修的是加行位，修慈悲，修大愿力，这都叫加行位。这是别说，然后通说呢，一般的每一地每一地所修的加行，就是慈悲愿力。每一地前都要先修加行，修的都是叫加行位，就是慈悲愿力。因成圆满了，果得到了。初地的四加行得到初地，二地的四加行得到的二地，三地的四加行得到三地，这地前叫加行位，加行位。这是别说的了，要通说，每一地每一地的当中都有加行修行，修行什么？慈悲愿力，慈悲愿力。加行的因修成了，登了初住的果，登了初地的果，初地又起加行，又修行，就又是因，又证得二地的果。在他正正果的时候，这有两种含义，说清楚。一个地的体，正的地的体，是玄妙的，不是语言的，不是形容的，是直接的正显示的。寄托那个地法所显示的是那个地之相，这道理非常之深呢、啊、因为这凡夫说没办法把它表达出来。说八地以上，他真正进入了一切法入虚空，一切法都证得虚空性了，成为不动地，不动地。到这个时间，真实正得的不能显示，也不能说，说不出来，显示不可得。但是所有说的都叫修，不是正，能说的都叫修，正者无可说，正了就无可说。在因地时候成就了，是自立，因成，成就大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慈悲是利他，每位菩萨都是自利利他。等了初地，又来熏熏熏熏熏了修，修完了才加二地的加行，加行圆满了，又进入第二地。这个因呢，一地一地渐渐增大，
争到什么呢？争到佛果，成就佛了。那把这种道理啊，通说是有两种的义理，都是讲理上讲的，嗯，是吧？在这二义的时候，以这二种义能够相等于上位，相等于上位，乃至于说相等于佛，地地都入世，从初地就是，每地有入世，乃初地等二地也等于佛，二地等三地也等于佛，就是一地一地的等上。等上什么呢？就三大体相用，修慧的三大，这叫等修。等修，我第二种等修呢，修行有二种，一个圆修，跟前头所讲的相同；二是真修，真修。这就是说那个等的含义，说在那文思啊是一个慧解，文思就是修，文思就是修，这个修能达到真修，等修能达到真修，真修就进入，就没有缘了，没有缘是成就，这叫什么呢？满足修，这个修啊叫满足修，满足的佛果呢。还有一种叫观修，观修，真修的位，要想达到圆满，一切的忧虑，世间忧虑，寂静了，能满着地字，能满着登地的智慧。这个修叫满足修，满足修是自己的真正的智慧，从心啊，那个心不是现在这个心啊，从实际那个心发挥，寂照分明，即是地，地是定，照是慧，智慧均等，这叫什么观修？观修，就是乘着体性，乘着寂言的体性，能起智慧照了，是吧？寂而能照，就像那个大光明镜似的，一切智垢都没有了，都清净了，满足了，以此来修。这个时候的智慧啊，彻底明了，明了，明了就修的法，能成就佛果，这叫持二种修，这个才能证到佛果，证到真字，所以叫妙。妙什么呢？就是妙觉，等觉到妙觉。所以为什么叫等觉？等觉等于妙觉，那等于妙觉，为头还什么加个妙，还加个妙觉？等于妙觉不是妙觉，等于妙觉将进入妙觉，再加等妙而觉，而后才成佛，这叫因缘果满。当正正的时候，再没有修了。我要想修，单说修都是属于因，一说正得了，那就到果分了。果分没有一个修了，唯有一个智，只有一个慧，究竟圆满，平等无奈，大圆净智。咱们以前都是按这个寡说一个名字了。根本就没讲到，没讲到这里头含着什么意思，因为这种意思不好解释，不是讲《华严经》啊，他不跟你解释这个，为啥呢？
说不清楚啊，没法让人家能领受这种道理啊，说的让人家能够接受，能够领受，很难很难。只要在华经上一请二请再请，还得祝佛加持劝请，他才说。为什么难？难说。这个在咱们寄送说，非心紧固了，不是忧虑，是境界难见，可知不可说，只照可以说，是没办法说。慈悲极愿力，出生入地心啊，慈的圆满心自性，非境律，不是境界相，没办法举色，是境界难见，可知不可说，知是可以，说是没办法说。因为非经者，什么叫非心经？说闻思修这个慧，闻是听到了，听到假你思虑，产生智慧，就是慧解。这不是外边境界啊，全是都是内心，不是咱们现在右团心啊，也不是咱们这个八十的十啊，这都是智分呢、自分。说自的因，以这个因能够产生除世间智，除世间的智是由这个因产生的。这是明，你听到了，听见了思虑，叫心境。这个心境离开前头那个心境的相，才能够登地，才能登到地的地位，这叫满地字。满地字，这才叫真修，真修。心和境圆满了，心即是境，境即是心，心外无境，境即是心。对，心能成境，因为心已经变成境了，境即是心，外边境相都是自心变现的。所以说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一切境界相都是你自心变现的。这种境界微佛与佛才能了知。我们前头所讲的清净心、净心，说除世间的清净心，那得登了地的菩萨，他的智慧就是都是清净心，涵盖一切的了，涵盖一切的。说要想满足登地的智慧，只有地字，地字是真修，真修律纪之心，真是乘心而修，正德的心。再一个记，真正的登地的菩萨，这叫除世的心，除世的字，这叫自心，这个自心方才能满足。其所如除世之心呢，是正字地字，真正的正得了地上的智慧。这叫什么呢？华严经的名字叫真知，真正的知，真啊，知心是道场的知，就是真知。那真知的观修当中，那个境界是真修的境界，没有境界的境界是难见的。不是你闻思能够见得到的，所以才说难见，只是自造而至。真修自心，真正
以真实理来修你自己的心，寂和照必须自己真修自心，寂照得到了，就知即是见，这见到了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假这个修为显现的，这些个都是显什么呢？显母那个讲那个真心是道场那个真心，咱们经常讲真心，就这样才讲的真心，这叫自性清净真心。能见到吗？不是可见相。能知道吗？见就是知。所以用来解释的方法，现在这个有否的众生来解释这种文字，不可见不可知。为什么呢？等于你自心达到清净了，自心清净，入离而知，这就可见了，真知真见。即是很难得见，不能见到，你还怎么来说呢？难见难说呀。那就每地的菩萨，地地显，智慧显现而已。再有用无言默契真如来显现，这就叫深意。深意大家读诵是这些个寄诵的时候啊，只能你正知，但是我们现在修这个法是劣等的，不是这么说，你要照着去修，你会着魔的。不是我们所能修的。应该怎么办呢？必须得用忏悔回向。为什么在十回向品讲了那么多回向，又讲的又长，必须回向。一直是自心力，自己的心的力，回向的愿力，跟祝福的加持力，这些力了结合到一起，才能进入地，才能进入地。所以佛所教授的这个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咱们只是种这个原因，种这个原因，有了这种因了，渐渐的善根就成熟了，就成长。咱们得经过三贤呢，还得先识住呢，能够住心，心地开解，相似进入这种道理。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，
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弟子规学习班招生，开课日期12月7日起，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，地点南投分会，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-86-5号，招生对象小学1年级至6年级学生，报名电话0492561311，0492561311，南投分会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88佛弘明宝忏小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，日期12月17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3，072212323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